直播是风之网，怎么有回声？是吗？谢谢啪啪啪哥哥送的礼物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然后给大家跳舞啊，大家选择一下舞蹈。选择一下，一二三，第一个是戴帽子的，比较快，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穿高跟鞋的慢的，第三个是正常的。为啥叫冷冰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咋想的。三二一，哎呀，竟然是二，欢迎大家跳第二个。我还以为会是一，跳第二个，我眼睛是狐狸眼睛吗？我特别喜欢狐狸眼睛，我觉得我不是啊。请穿高跟鞋的哥哥点关注啊！请看穿高跟鞋的哥哥点关注，左上角右下角，哈哈，虽然我不光脚关注点一点。
好累啊，欢迎大家。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喜欢我的把关注点点，手机或左上角，再讲右下角。谢谢送的礼物，然后选一下下一个舞蹈。皮裤都没换，是因为买了三四个都是皮裤，然后换着穿，样子都是一样的。你们不喜欢狗链子就不戴了。狗链子，一点情调都没有。选择一和三。狗粮，选一和三，一可以戴帽子，一是比较快的舞蹈。三，二，一，第一个，欢迎大家，你们好像很喜欢一样。欢迎大家，喜欢我的老关注点一点，点点关注不迷路哦。下麦去给大家跳古典舞，好不好？下麦去，是因为我露肚脐的衣服太多了，不好呀，真不好呀。
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现在关注的家，今天怎么这么少人感觉？再送了礼物，手机右左上角有个黄色桃心，右下角有个直播室通知我，点点关注。好热。最后一个舞蹈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大家喜欢主播点点关注哦，点点那个五星五星的嗨翻天的预约。